偷摕去的物件，赶紧交出来，我甲你保证，咱上后面都无少感觉为难啊。陈刘兄，这是政府，我性命来挂。偷钱啊，就是不归路的。你若硬要弄啊，你绝对无好买呢。你是阮老家今麦唯一的希望。卡定了无人吃，你敢是拄着什么麻烦了？动手！不可能，我叫你把钱交给你，你做了我死。时间想较快，真正是廖王子甲许志伟害郑恩为老母一定想去。你无表示我，伊是甲这个交警察，一定要替郑恩退公道。把物件交出来，绝对要让你受着法律的制裁。我警告你，你为民，把我藏起来哈。你个钥匙别交出来。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我无可能交给你两个。管理员，哪会搁在遐？走走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又讲是你，阮 boss 确实是放过你一命，伊无讲我袂当让你受我袂百天。伊是甲政府交警察，一定要替郑恩退公道。伊林，你一定爱平安哦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完成啊，只要用金钥解锁，袂当提着咱就行。你光要去退政府啊？偷摕去的物件，赶紧交出来，我甲你保证，咱上后面都无少感觉为难啊。要替政府，性命来挂。你把钥匙别交出来！我甲恁两个讲过啊，物件无伫我遮，你到底把物件藏伫咧倒位？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我无可能交给恁两个啊！动手！要无得分钱，要证据摕，警察车！哇！我著看伊有外口，袂使紧去紧外久，咱就直接哦报水局去就好。连我们家、甘姐一边都没不消息，卡电都没人接，敢是拄着什么麻烦？十外分钟过去啊，还无看到罗安姐浮出海面，应该是回去啊。你来公路发生车祸，现场有敢那是安姐的皮毛啊？Thank you.